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星期四再达成协议，将停火再延长一日。但是同一时间，两名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一个巴士站度开枪，造成三死八伤，枪手事后被击毙。哈马斯承认施袭者是他们的成员。根据监控录像显示，一架白色汽车停在巴士站旁边，两名男子随即拔枪冲向人群度开枪。当局封锁现场线后，大批急救人员和安全部队聚集在现场。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，事件证明只能够通过战争和哈马斯对话。